潮的这些作品有多久的历程？那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一次的主题叫“文物乾坤”，主要是以釉的柴烧为主，釉的柴烧其中又以大肚山的文物图来做成的浓浆釉为主要的一个元素，大小大概有200多件，大大小小200多件。那以这一次除了以大肚山的文物为釉以外，还有所谓的铜孔的部分、铜玉的部分，还有所谓单一长石的部分。甚至我们对岸建阳地区的红土也在这一次的展览分别呈现。主题当然是有，然后搭配了所谓的茶海啊、茶杯，甚至茶盘。那在现场的布置上面，我们还结合了我们柴烧的这些边材废料，我们做成了一个茶盘，甚至还有废五金，融入在这一个茶。抱歉，我不敢，我一点都不会。所以今天这次来分享阿旺的这个高材跟罗耀，叫地补消真光广真威辅度。那我这边真的。敬佩啊，也赶快来祝贺啊！我想就用一般说真金不怕火炼，孔阿旺先生真金不怕火旺啊！我们在祝福他啊，越火越烧越旺，记得。那主要大门什么特色？刚刚局长提到，我们主任大陆山的红土，那为什么大陆山的红土能够融入了陶艺里面的一个在地的文化？因为我们的红土里面含的所谓的化学是比一般的土还来得高。曾经丁老师，我们陶艺界的丁老师，我曾经拿到工艺研究方的东西去检查检验，然后它里面的含铁量大概在5到6卡之间。那我们所谓的天空，讲到天空这个东西，其实天空它就是黑釉。黑釉，整个天釉是日本的一个称呼，那感觉这个字面上听起来好像在高上高雅一点，黑看到黑釉叫它不值钱的感觉。那是什么叫天釉？你只要土里面的含铁